灵山和炎夏的设计共存。什么事着什么急啊？是这样的 ，DI 下一季新品的样衣制作呢，已经交由炎夏了。你也知道炎夏的坚持，所以请你过来测量一下尺寸。原来样衣是交给炎夏来制作，怪不得文晓才会把灵山给支开。炎夏不是有我尺寸吗？那是好久之前的了，炎夏觉得不够精细，所以邀请你过来再测量一次，我来量。为什么是你量不是炎夏？因为我是炎夏的助理啊，这种小事怎么好意思让他亲自做，你说是吧？量吧。丁文孝先生，你愿意娶你面前这位美丽的女子为妻吗？在神的面前和她结为人生伴侣，安慰她，保护她，爱惜她，视她如珍宝一样吗？无论她疾病还是健康，富裕还是贫穷，都始终如一地带她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穆灵山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英俊的男士吗？在神的面前和她结为人生伴侣，陪伴他，相信他，支持他，依靠他吗？无论他疾病还是健康，富裕还是贫穷，都能始终如一地和他走到人生尽头吗？我愿意。
多么希望林珊这笑容是因为我的。丁文晓，我会拆穿你一切的谎言。你要加大对 DI 的投资？对，现在 DI 和 LM 合作成为媒体热搜，所以我想趁热打铁，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，提升 DI 的品质，成为精品。哼，可以一试。谢谢文董事的支持。你做事一贯自作主张，哼，这一次怎么想得来找我了？这毕竟是 DI 内部的大事，再者加大投资需要多数股东的支持。你比你爸更有魄力，这事就由我来主持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变成白富美的工作不做了？网购那件事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更重要的事儿？非得穿得这么花枝招展的出门？什么叫花枝招展呀？这叫礼仪，你懂吗？真的是没品位，懒得跟你说。这个聂思琪肯定又在搞什么鬼，我该不会是被骗了吧？不行，站在室友的立场上，怎么说我也得关心一下。喂，丁总，样衣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按时交稿的。那就好，不过不要因为要交稿又熬夜加班，还有记得按时吃饭。知道了，怎么比我妈还啰嗦？行了，不耽误你了，你忙吧。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我想多了，我想多了。文晓，给，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赶出来的设计稿，你看一下。设计的款式还不错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也能够提供设计稿，毕竟和 LM 合作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创作。我会尽快提供我的设计稿的。哦，样衣寄行的怎么样了？需不需要我去看一下？不用。样衣制作我已经问过了，很顺利。哦，丁总，穆总监，林珊，我和周晴还有事情要聊。好，那你们聊。丁总，您找我什么事啊？样衣制作的款项你会给严夏了吗？啊，正等您签字呢。今天一定要汇出。是。丁总，丁总，您觉得瞒着穆总监让严夏做样衣的这件事妥当吗？只要是为了 DI 好，没什么妥当不妥当。知道了，丁总。喂，柯贝 ，DI 下季度设计稿已经定稿了，我不希望再出现任何问题，你帮我盯紧徐墨尘。你先将资料整理一下，打包成邮件，邮箱地址我会告诉你，至于发邮件的时间我会另行通知。好，没问题。尾款今天就会到账。合作愉快。DI 集团要开股东会，
聂思琪打扮成这样是来找炎夏的？不可能。今天打扮这么漂亮是有约会啊？没有约会啊。那是什么呀？来当你助理啊，帮你制作 DNA 样衣。打住，我请不起你。我免费。思琪，讲真的啊，像昨天那种游戏啊，咱们以后不要再玩了，这脸丢不起。你放心，我还有别招呢。你还有什么损招啊？这样衣的制作过程呢，肯定是需要试穿的，不用许墨尘来，我可以上门服务啊。不会吧，聂思琪？是闺蜜就帮我。疼！哎呦，疼！肯定是许墨尘这小子给他下药了。借由和 LM 的合作， DI 可以撬开国际时尚界的大门，所以我想加大目前的投资，不知诸位股东们是否赞同啊？这么投资风险评估过吗？市场讲求的是机会，在座的各位今天能坐在这儿，是因为风险评估还是因为机会啊？错失了这次机会，也就错失了 DI 的上市。我想大家可不希望多年的努力打水漂了吧？看来大多数都赞成了，那么这个决议就通过了。丁总，那就麻烦你尽快提出项目投资计划。文潇，该帮你的我可都帮了，别让我失望。放心吧，董事，天安上市也是我爸的心愿，我不会让股东们失望的。好，期待你的好消息。谢谢文董。丁爷，你这个儿子可比你了得呀。新品牌样衣的质量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，可在批量生产上，你现有的生产线和品质肯定过不了关，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。国内生产线能够达到国际制作工艺水平的厂家，我想炎夏可能会认识。和我同等工艺水平的工厂？对，因为 LM 非常注重品质。我想想啊，对了，唐总，我爸说他收了一个学徒，离开以后呢，在外面开了一条生产线，好像只收国外的代工。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我想想啊，这是他公司地址。和 LM 合作真少不了炎夏。我之所以非常介意跟国内的品牌合作，就怕那些企业不成熟的理念影响产品的质量，影响我们代工厂的信誉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有来找您，但是我们这一次是和 LM 的合作，我也希望 DI 能够走上国际才敢来拜访您的，我也希望能够弥补我们之前做工不足的问题。敢于承认自己品牌的不足，丁总啊，你可不是一般人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我希望我们走的是国际高端路线，所以我们的选材可以和 LM 相同，甚至比他们用得更好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们公司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。这不是问题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双赢。那这样，我们尽量控制制作成本，为 DI 呢多争取些利润。那就谢谢唐总了。唐总，合作愉快。
合作愉快。韦长叔，我现在在灵山家楼下，我好像被人跟踪了，车牌号是粤 B6LY3X， 你帮我找人调查一下。跟踪你的是集团法务部律师，名字叫何贝，最近他和丁文孝走得很近，莫尘你要当心啊。喂，莫尘怎么了？文孝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在回公司的路上。那刚好，我的车不知道怎么坏在路上了，可以过来接我一下吗？行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现在过去。这个许墨尘突然停车，是在打电话给谁？肯定是接到的，有大意。喂，怎么样了？两周之内可能发表不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会替你们争取时间，一定要赶在 DI 前面。喂，文笑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公司啊？可能还要一会儿吧，莫尘的车出了点问题，我要去接他。好吧，那你忙完给我打电话。看来订好的餐厅又要取消了。怎么会是丁文孝呢？走吧，要去哪儿我送你。车没什么问题，人有问题。怎么听你说话老怪怪的？怪吗？谁让你跟踪我的？先生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没有跟踪你啊。这个怎么解释？这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让他跟踪你的。我为了防止剽窃再次发生，所以你就跟踪我，怀疑我是剽窃者。丁文孝 ，DI 可是我父亲的原创。如果我是剽窃者，那么你们就是掠夺者。徐墨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从个人经营变成集团，是商业的经营模式，也是由你父亲许可的。你凭什么说这是掠夺？成为集团以后，我父亲就失去了主导权，全公司都要听你父亲的指挥，这不是巧取豪夺吗？那也是为了 DI 的长期发展。再者说了，不管以后 DI 的发展有多大，永远都少不了你父亲的那一份股权。丁文孝，别跟我谈商场上那一套，我要的是感受。感受？对企业管理毫无意义。我要完成的是我父亲交给我的一切。也包含和灵山的婚约吗？这跟你有关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和灵山保持着距离，不就是要逃避你父亲指定的婚姻吗？在你眼里，只有 DI， 根本就没有灵山，你只是利用他完成你的计划而已。这是我父亲安排的，我没得选。什么叫没得选？我知道你一直喜欢灵山，我也愿意给灵山自己选择的机会。如果他选择了你，我不会成为你们的阻碍的。我知道你更重要的事是什么了。我说，男人这么八卦，是不讨女人喜欢的。哼，
那总比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硬凑到一起强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天上飞的跟地上爬的，这地上爬的爬得再高，你也摸不着天上飞的脚底，怎么可能看上你呢？任旭，你说我是地上爬的？哎，别，我就是做个比喻。我认为啊，你就做你的网红，何必自讨没趣呢？我不想再被那些乌七八糟的黑粉进行网络暴力了，我也不想再当花瓶。花瓶怎么了？你看看放家里多亮堂啊。哎，我还真觉得你那直播啊挺有意思的，要是有人再攻击你，我帮你还击。不用，你别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行不行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许墨尘到底哪儿好啊？这远的咱就不说了啊，近的都比他好上百倍。你？你也觉得吧？我怕做噩梦。哎呀妈呀！我有那么寒碜吗？噩梦。眼下，最近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别跟我装傻。当然是你和许墨尘的关系了。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妈，那天我看到他陪着姐，挺好的。没问你，问你姐呢。妈，您这么问我姐，我姐怎么好意思回答得上来啊？姐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您看，感情的事儿，妈您就别操心了，这东西急不来的。你说这话好像你是过来人似的，小孩子懂什么呀？别插嘴。哎，我们零零后的和你们不同，我们零零后还真懂得不少。以后我说话你别插嘴，听见没？您看，这就叫代沟，妈。哎呀，姐已经够辛苦了，您就别再折腾她了啊。妈，我是忙得挺累的，我想休息了。啊，行，你眼下。别忘了别人的好啊。知道了妈。以后我说话你别插嘴。嗯。要不然我扣你零用钱。妈，您这种威胁别人的行为是不对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姐的幸福那才是最大的事儿。姐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跟丁总在一起了？你放心，我绝对支持。妈这边我帮你打掩护。别胡说，赶紧睡。爸，消失光年的精神和手艺，终于有机会站在舞台上了。女儿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周琴，嗯，你明天去跟 DI 原来的生产商谈一下解约的事。我？丁总，我可没那么大能耐。你有多大的能耐我清楚。你只是怕得罪穆总监。既然您知道，那还让我去扛累啊？我并不是让你扛累，我只想解约时间。你去谈解约的事，我来说服穆总监，我们分头行动。那万一生产商那边不同意解约怎么办？合约我看了，有效期还有不到一个月。如果我们不续约的话，一个月之后等同于作废。而现在解约的话，我还会给予赔偿。丁总。那为什么不等一个月后合同自行作废啊？投入生产是具有时效性的，为了弥补 DI 做工不足的情况，我必须给新的生产商多争取些时间，明白了吗？嗯。拿着。还有，你一份新的生产合同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明天就去办。
明天将照片整理一下，打包成邮件发出去。解约？是啊，今天丁总的助理周琴来找我谈解约，我也是一头雾水啊。您交代的材料都备齐了，就等设计稿一到就作业，哪知道。方叔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帮你处理。林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情要找你商量。是关于生产厂商的事吧？你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就自己决定了，是在跟我商量吗？我知道你家和方叔家世交的关系，如果你不是碍于情面，你真的觉得他们的做工可以吗？我可以要求他们改进吗？要改早改了， DI 的做工始终会被别人诟病，我不想这次和 LM 的合作也败在这个点上。我相信你也非常的清楚 LM 的合作要求是什么，要让 DI 走上国际，我就必须修正这些缺陷。林珊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好，就算要更换生产厂商，也不用选择这么恶狠的手段吧？在商场上没有任何人给我机会，所有的机会都要靠自己争取。林珊，如果不放弃现在的生产商，那么和 LM 的合作也只是泡影，而我现在做的也不过是踢开影响 DI 上市的绊脚石罢了。方叔，别以为穆总监能够挽回什么，丁总之所以这么做，全是因为你仗着和穆总监的世交关系偷工减料玩我们 DI 啊。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可没胡说。 DI 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的做工的质量，这您应该很清楚吧？你喂，林莎。方叔，这件事关乎到 DI 的上市，我实在做不了主，帮不了您，不好意思啊。这就是因小失大的后果。签吧，否则你的损失会更大。言夏，怎么样了？还有多久才能试穿啊？还有多久呢？不知道，但是现在还是不可以试穿的。怎么那么慢啊？我都快着急死了。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，你放心，做好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别想赶我走，我就在这等着，哪也不去。哎呦，这么巧啊。巧什么巧啊，我是来给炎夏当助理的，你来干嘛？我当然是来关心炎夏的，看他有没有被欺负。谁欺负炎夏了？我又没说你，丁元笑呗。人家小两口吵架关你屁事儿。倪子琪，什么小两口？别胡说。你看，你肯定是怕许墨尘看上咱家炎夏，才故意把丁文笑介绍给他的吧？你们俩是不是欠收拾啊？再胡说八道都给我出去。行，我闭嘴。走啊你！你说你烦不烦？你能不能别像跟屁虫似的老跟着我？我跟着你，你别臭美了，跟着你。那你来炎夏这干嘛？说呀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任旭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摸不着，我也得摸一把脚底试试。你别碍我事儿。好，聂思琪，我也告诉你。到时候你要是真受伤了，千万别又来找我哭鼻子。绝不找你，麻烦你马上消失在我面前，谢谢。凭什么你
你说消失就消失，你不消失我消失。哼，邮件已经发送了。你给灵山选择的机会，我也给你丁文孝选择的机会。咱们合约已经签了，定金我已经收了，现在呢就等你们的设计稿了。没问题，我会尽快把设计稿给您。一切都就绪了，就等炎夏的样衣制作完成，迪埃上市就差一步了。炎夏，到底还有多久才能试穿啊？炎夏，炎夏，好，可以试穿了。哎，打电话告诉许梦辰，可以试穿了，我给他送过去。哎呦！喂，喂，许墨辰啊，那个样衣做好了，可以试穿了，我让四琪给你送过去，如果有任何不合适呢，你就跟四琪说，然后我来改好吗？不用麻烦了，待会儿我自己过去，一会儿见。怎么样，他说不用你送了，他自己会过来。也行，我等他。丁文孝，我真想看看你怎么收这个场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，在你心里到底是 DI 重要还是我重要。你和 DI 在我心里一样重要。灵山，关于这次新品的发表，我有些个人意见，明天上班的时候交予你参考。你什么时候对设计感兴趣了？只要是关于 DI 上市的一切我都感兴趣了。好，不过要有设计理念，而且跟我的不冲突。这是谁画的？我画的。这画风怎么像是幼稚园的？画图不是我的专长，抛开画工，你觉得用冻龄少女明星做理念怎么样？以暗色元素为色彩基调，加上一些亮色系的点缀，这个想法不错，我会把它融合到这季的设计中的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文孝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是这样，我们刚和 LM 合作，我希望你能够在设计的部分多花些心思，至于质量的部分交给我来处理，我们分工合作。样衣进行的怎么样了？需不需要我去看一下？不用。样衣制作我已经看过了，很顺利。林山，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是不是为了 DI 上市，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，包括我？丁文晓，在你的心里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未婚妻？这里是公司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不在乎公司怎么处置我的位置，我在乎的是你背着我跟炎夏来往。我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努力让炎夏离开了 DI， 你却背着我偷偷的跟他交往。林山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来帮你解释。所有的一切都
是为了丁安上市，对吗？你交给我的设计稿，说是你的设计理念，其实都是炎夏的设计理念。新品的样衣制作，你也背着我交给了炎夏。丁文晓，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，我穆灵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如炎夏？你是在利用我，利用我帮你完成上市。上市之后，你就一脚把我踹开，然后你们两个共同享有现在的成果。林山，你完全误解了。是我误解，还是你在强辩？丁文晓，我不会让你的计谋得逞的，我会毁了DI所有的一切。我说穆林山。我说你能不能先冷静一点？要我冷静可以，现在立刻断了跟炎夏所有的联系，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。喂，林深。好，我马上去处理。丁文晓，希望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子琪，你要不要先试试样衣啊？不用了，合不合适已经不重要了。怎么了吗？我是来替 DI 收回制作的样衣还有设计稿，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你要想了解的话打给丁文笑吧。你可以接，但你别怪我。丁文晓不接电话，我想他应该在忙吧，不忙了自然会回给你的。你先把东西收拾一下吧，我要带回 DI。 完了，以前的美梦又破碎了。穆总监，一会儿许墨尘会把炎夏的样衣拿回来，你把他们全部销毁，所有样衣重做。穆总监，这样会耽误新品发表时间。耽不耽误我不管，全部重做。是，穆总监。丁总，这件事是不是闹得有点太大了？现在外面的员工们都在讨论您和穆总监的关系，董事会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别烦我，让我静静。是，丁总。喂，文晓，你知不知道出了大问题了？我知道，公司不允许夫妻双方在同一公司任职。既然知道还明知故犯？文董，那
那只是我父亲口头上对穆灵山的承诺，我们两个并没有夫妻之实。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，我可帮不了你。你和穆总监只能留下一个人。文董，能不能等新品发布后和 LM 步入正轨我再离开？留下灵山。我尽量，但我不敢保证。谢谢文董。样衣和设计稿都在这里，麻烦你了，徐先生。不客气。穆总监呢？穆总监已经提早下班了。嗯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